来一个。大棒能喝什么？灵魂莲华夜幽。拿个福星，拿个决斗大师。这把可以打决斗。这有个铲子就好办事了，你知道吧？哎呦我操！哇哦！猩红之月，亚索剑尖。刚好把这撇了，买这俩。前期是不是还是猩红之月猛一点啊？还是决斗大师猛？说实话，两个决斗大师吧，够用了。盛宴在等待。其实我刚才猩红之月我也想拿的。我们应该是一滴血也掉不了了，因为我滑板鞋都来了。现在就是少点装备，少点攻速，我差俩攻速呢，这差的攻速有点多。刮痧，当我毛拔出来的那一刻，你就知道不是刮痧了。当我拔出来，你就知道了，还刮痧呢？一个4%，25个直接死，25个毛，12345678910，12345678910，12345。的装备好糊哦，一会儿夸来个决斗大师剑尖，拔没拔出来，哎呀哎呀，这能输了，我的天哪，我不服。好友满了，谢谢吃饭。别玩福星了，这把有铲子，你让我玩把决斗大师吧，行不行？让我玩把滑板鞋吧，求求你了，我来一把滑板鞋吧。
给我死。那下把复兴行，关键他天选之人也没来呀，不知道天选是个啥呀。神盾，神盾没用，先给个羊刀。神盾伊利斯，差一个决斗大师。这波升了是八，我们能。升了能保连胜，升了升了把这蜘蛛下了。我有猩红之月的。福星卡特来了，行，他要来福星天选我直接就转，行不行？你看他没有啊，关键是的。亚索给放旁边吧，剑姬放中间，要不然这亚索放不来技能。这嘎里奥到底怎么才能下去？一旦你队伍失去了40%的总生命值，嘎里奥就会被弄出来。灵魂莲华明咒。这有什么用？没用，撇了吧。给个攻速，现在别的不要，就只要攻速。春哥也行，我看这滑板鞋挺脆的，不行给他来个春哥。没办法，兄弟们，你看看这武器大师都上来了，你说我怎么办？我没办法了呀，我能怎么整？尽力了。我给你上个春哥。差个赵旭，这波应该能赢，赢了把蜘蛛撇了。
五个决斗大师基本上就是六剑士，你知道五剑士，攻击速度相当的快了。把这蜘蛛一撇，亚索拿一个，现在再给我整个赵信，我们就无敌了。我现在差攻速差的有点多，我还得要两个攻速。卡牌撇了，这波卡牌不用撇，应该能赢。我现在还是很有信心能赢的啊，赢应该是随便赢。拔毛。卡牌这波不要了，下线卡牌。啥前给亚索整个皮肤呢？亚索这么多皮肤呢？黑暗与光明，黑暗光明。哎呦，这小猫来回乱窜呢。攻速肯定是没有了，看看这波攻速拿不着拿个啥吧。我们拿一个狼人的装备。拿个锁子甲，拿个大剑吧。拿个大剑，万一最后实在没有，咱补个饮血剑也行。实在没飓风了，哎，我发现这版本掉装备可不咋地呀，这赵信。赵信，拿个蜘蛛，蜘蛛又回来了，蜘蛛。不行，六天神转个决斗也行，不是转个决斗，我错了，六决斗转个天神。蜘蛛撇了，升级，上个狼人吧。猩红之月是不是可以下了？不下，上个剑魔。
这把亚索我估计应该能删，可能呀，连胜没了！哎呀靠！他七个决斗大师，我的升级早照进了。走你！来个赵信，万一这波给我钱，我升级，先给攻速吧，真的给点攻速吧，求你了，给的什么鸡巴玩意儿呢？这都是气死个人了。赵信。信呐、啊，信心你在哪里？给个二星滑板鞋也行啊，你说这？哎，我就每回玩这个这玩意儿，我就玩的这头痛，啥也没有。急眼了，肯定急眼呢，这凭啥不急眼呢？这一会儿得给吧，这装备。哎，没打赢啊！狼人现在就差个决斗大师 buff， 狼人。现在就少一个攻速了，先递个二星滑板鞋。我卡了吗？喂 ，Hello， 喂，没卡。滑板鞋呢？滑板鞋，我上头了。滑板鞋。你真猛啊，兄弟啊。你这六天神还带决斗大师呢，滑板鞋。我生气了，滑板鞋。我真的生气了，滑板鞋。你回回不给我升到二。咱俩缘分已尽，好吧。真的缘分已尽，我还得上个天神一会儿，上个拉克斯吧。攒攒钱吧。兄弟们，是不是兄弟？就看这一把了，兄弟们。没东西拿呀，这咋整啊？拿个贵的吧，贵的也没了。实在是没东西拿了呀。
拿个魔抗也行啊，给个魔抗也好啊。哎，我就觉得这滑板鞋肯定能来呀，凭啥滑板鞋不来呀？我整的我那武器大师都没来，哎呀，好生气呀！我操，他凭啥不来呀？他30%概率滑板鞋凭啥不来呢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武器大师没拿着，上头了，真的生气呀！这。你不明白，哇，这哥们儿阿卡丽三了，哎呦，无尽科技枪，女神之泪，还有幽梦转职，哎呀，这把这攻速这么慢，没有攻速，这把全是防御装备，没有攻速。给决斗大师不给攻速，真是佛了。全是魔抗、拳套、大棒、锁着甲，一共就一个攻速，还是我那个选秀选的，就一个攻速，没有了。卖了，不要了。哎呦，我这滑板鞋，这滑板鞋给我一顿刮痧。把他们也算上。针灸，这个有点针灸的意思了啊，针灸治疗。请问能不能给个攻速？鸡哥，我求你好久了，我操了，对不起鸡哥，你确实是我爹，你一个也不给呀，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这有点过分了，这太过分，这转职他妈的这啥也转不了，这能转什么玩意儿呢？这现在，哎，真是吐了。转个刺客玩的吧。要有梦想了，林汉。万一下一件装备啊，正正好好给你来一个决斗大师，那也轮不着你拿呀，咋整啊？我给这武器大师上个反甲，给我扎死他，扎死他，拔毛拔死他。起来，脸上一个拔，这怎么这差这么点血呢？这滑板鞋这辈子是升不上去了，真是吐了。上个斗士。上个天神，最后上个瞎子，只能这么整。上个卡特，没有用啊！这
我们在下一轮之前到达倒数第一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拿别的了。先升级吧，万一有瞎子呢，是不是？得，连个屁都没有，连个屁都不给我。真是连个屁都没有。怎么整？有点难办。有没有决斗大师转职？有没有点攻速装备呀，大哥呀？我就只能拿个瞎子了，太难了。瞎子身上还有装备，还不能给滑板鞋。哎呀，哎呀，世事难料啊。这越玩越气人呢，这游戏呀，我操了。仿佛啊，就是要气我一样。耶，刀锋没拿着，应该上个刀锋的，算了，无所谓了，有没有也就这样了。滑板鞋到死都没升到二，瞎的还让人吹了。瞎子还让人吹了呀，谢谢唯独你好兄弟，我带着你的意志啊，吃下这把鸡。我滑板鞋二了，谁也别拦着我，我滑板鞋二了。多少个狼人牙锁武器呀、啊？那没办法呀、啊，那你这咋整？这应该打不过，他是个宗师。他的狼人穴位是有点猛，滑板鞋看你的了，应该死不了，还可以接受。饮血剑，行吧，给你个饮血剑。下把自己玩啊，自己玩，给你们开能开点预言，自己玩的话，亚索升了，武器升了，
赵信生了，生了一个，生一个也行吧，我拿一个这个撇了，赵亚索生了，亚索也没生，一个也生不了啊！哎呀，这把玩的真是气人，我跟你们说，玩了这么多把，头一回这么气人的这把，就是一个攻速都没有，一个都没有，其他的都除过，就是没有攻速啊，腰带也没有。呀，我带着你的意志兄弟再把吃个筋儿，我把那第一名给他拿下，已经有两个兄弟的意志在我们这里了啊，两个兄弟的意志。哎呀，这把吃个筋儿，咱们得挪挪位置了，把这狼人先给他杀了，瞎的把狼人给他踢飞，哎，这样式的就行了。看来滑板鞋得往这儿站啊。完了，哎，还好。来吧，我带着我两个兄弟的意志过来找你来了，小伙子。三个兄弟的意志，哼，哎呀，来了啊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兄弟，这把你的刺客我这得治治你了，打不过，这是个仙人，打不过。哎呀，其实不用的，你知道吧，其实不用的，这干嘛呢，你说这真是的，这用吗，这其实不用，其实是不用的，你知道吧，但没办法，兄弟们电脑不太好，可能总是有点